柔体的制作。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将学一下关于动力学当中柔体的使用方法。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制作流程。那在进行制作柔体的时候呢，其实跟制作我们布料的时候的效果是差不多的。首先呢，我们先选择我们要制作柔体的对象，我们先点击这个啊，图标很相近，是一个皮球的标志，然后加一个这个 M 型，就是修改器，我们点它一下，会加入一个叫做柔体的一个修改器。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动力学将认为哦，你是柔体了。这时候我们再把它放入到柔体集合里面来，注意错开一下位置，然后再把所有的这些对象放入到我们的钢体里面来。大家注意到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柔体的制作效果。柔体类似于做像一个什么效果？像一个煞了气的皮球，或者说呢像一个果冻，或者说像一个什么煞了气的气球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在这里面呢，比较影响效果呢，这里面有这么一个数值叫做刚度值，其他像质量、阻尼和摩擦力，我们在之前案例当中不止一次说过，道理也都是一样的。这里面较为影响效果的是一个叫做刚度的数值，这刚度数值如果数值越高的话，比如说它数值到一，你会发现呢这个柔体将变得非常的硬，就像这个气球气充得很满一样，大家可以看到得到那么效果，弹跳性很好，效果这样的。如果我们这个数值很低，比如说我们给到一个 0.05 的数值，你会发现呢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没充什么气，感觉绵绵的感觉，看被弹成一块了、哦、我们当然还可以通过鼠标的右键来产生这种交互的效果啊，到底是一样的。而且呢在进行制作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说也习惯上勾选避免自交叉的选项，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柔体的使用。OK， 那为了证明我们这个刚度的影响，我呢在这旁边又准备了另外一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场景。这场景当中有几块砖，我们把这几块砖呢选出来之后加入到我们的钢体集合里面来，上面的砖要进行运动，所以呢我们给它一个质量，质量不需要太大，我们大概给到一个二三十左右的量就可以。然后呢我们把这三个对象分别加入柔体的修改器，点它一下，注意这个刚度值给到 0.05， 给到再大一点嘛，给到 0.1，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也给它一个柔体修改器，这个数值给到一个 0.5。 OK，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给它一个修改器，我们这个地方给到一个 0.8。 大家注意到了，三个柔体虽说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呢在进行使用的时候呢，柔体的刚度值各不相同，一个是 0.1， 一个是 0.5， 一个是 0.8。 OK， 我们把这三个球体选中，同时加入到我们的柔体集合里面来。好，再进行模拟。好，这时候大家会发现呢我们的对象会向下落，最底这个球大家会发现它的弹力很大啊，直接呢就将我们上面的板型弹飞掉。而大家注意到上面这个球体啊，由于呢我们的刚度值很低啊，它变得很充气很少啊，变得很柔，这样直接就被给压瘪掉了，底下球还能给再弹开。 OK， 通过这种方法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动画效果。 OK， 好，我们把它关闭掉了。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一个刚度的影响啊，在这里面我们就不生成动画了。好，在使用这种操作的时候，在使用这种柔体操作的时候，物体的面数其实是很影响我们的这个柔体的计算时间的。哦，那我们在进行制作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这边呢有一个钢体的棍子啊 ，OK， 分段数我们可以给它稍微低一点，然后这边呢我们再做一个效果，好，我们让它这样跌落下来，然后呢我们做一茶壶，啊，我们做一茶壶。我希望有一个非常大质量的一个茶壶从这上产生一种跌落的效果。那这时候呢，如果我们以这么高的一个面数去做这种跌落效果的话，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很有可能是算不动，或者说算着算着就死机掉了。所以在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一个中间的媒介，是叫做 FFD， 点击 FFD 可以选择一个比如说4×4×4的这么一个 FFD。 大家注意到了，它把这个对象包成了一个网格，我们在进行使用的时候可以借助这 FFD 作为一个中间的媒介体，再加入我们的柔体修改器，并且将我们的方式从基于网格，也就是基于我们的点线面这些个计算方式，给它基于叫 FFD。 这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它其实会上面会出现这种橘色的小框，然后呢我们把它加入到柔体集合里面来，再把这俩对象放到钢体集合里面来，我们来看一眼。它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呢，你在进行模拟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茶壶你看不到，而你看到的是一个 FFD 所组成这么一个外框。这时候当我们对象再进行模拟的时候，效果是这样的运动，这样一个运动，注意它奔左掉落下来了，然后把这个棍儿放置到这边来。 OK， 再奔下再走一点。好， OK， 我们来看一眼，点上它之后再来模拟一下，这样跌落下来。
好，我们得到一个这样的效果。好，当然呢，我们可以为它生成动画。当我们生成动画的时候呢，其实它在进行运算的时候，由于茶壶受到 FFD 的影响，同时呢，我们还能得到一个FFD 的运动，然后这 FFD 运动会反过来再去影响茶壶，让茶壶也产生这种变形效果。那这个呢，就是在进行运算较大的较大的面数的这种柔体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一个中间的媒介体，就是使用我们 FFD 作为我们的这种力量传导啊，这样就避免掉我们这个由于面数太多而导致死机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茶壶的运动是这样的，看这儿，大家看到这儿，茶壶会产生这种柔体的这种变化效果，而中间呢其实是靠 FFD 来计算出来的。OK， 那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柔体的一个使用方法。那在我们呢之前的案例当中呢，曾经跟大家说过关于我们在进行使用的时候的一个约束的使用。在我们的布料案例当中呢，我们着重给大家讲了关于固定顶点方式和我们的叫做附加至钢体方式的这两种布料的使用。其实呢，我们这个柔体在使用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在用的时候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比如说以第一种为例，穿一个球体，然后呢分段数不需要太高，我们给它比如说高一点15吧，然后呢点中它之后为它加入一个柔体修改器，并且加入到柔体集合里面来。那它这里面的第一种方式和我们的布料当中所使用的方式一样的，叫做固定顶点。固定顶点其实很好理解，你选择一个顶点啊，比如选择这个顶点或选择这个顶点都行，无所谓，点中它一下，把这顶点选中之后，把它呢固定到顶点，就是约束到世界。那这时候其实这个柔体得到效果就是这对象得到一个这样的效果，看，得到效果，中间这个点被定固到我们 的世界当中了，就这么一个效果，这叫做固定顶点。当然呢，也有些时候呢，我们希望其中的某几个点会做一个运动效果。那比如说，可以得到这么一动画，点上它之后呢，注意我先把它删掉，把球体转换成一次可编辑多边形，并且将这个点胡乱的做一些动画效果。比如说，我们做一个30帧，我们让它上来，然后呢，高一点，啊，50帧。注意啊，做动画30帧高上来，然后50帧呢跑到旁边去，然后呢60帧的时候我们让它下来。大家可以看到了，现在呢是一个关键帧的一个动画。那如果我们要是想把这种动画也给它集成进来，那我们在用的时候呢应该用到另外一个操作，就是选择柔体修改器，还是选择我们刚才那个点。这次呢我们应该选择叫做关键帧顶点，这样的话我们的关键帧运动就会被集成进来。我们来看一下效果，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得到这么一效果，它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关键帧的运动被继承了进来，这样的话得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叫做关键帧顶点。另外呢还有一个对象叫做附加到钢体啊，这个也其实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穿进一个小盒子啊，穿一个小盒子，这时候呢我们在进行制作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盒子带动这个顶点进行产生运动。注意我把底下关键帧删除，注意删除的时候我们在零帧进行删除，这样的话我们的关键帧是这个对象的球上的顶点是保持位置不变的。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想让这个盒子做一个运动，注意把这个盒子调整一下位置，好，我们胡乱做一个运动啊，这无所谓，稍等一下，高度上再稍微向下走一点。好，这时候我希望这个盒子来带动这些点产生运动，我们也是在这个地方来20帧的时候打一个关键帧，我们挪到这边来，然后40帧的时候走到这边来。OK， 我们可以得到这么一效果。这是在做的时候呢，大家注意到应该是选择它，然后呢选择顶点，选择哪个顶点，选择是这个顶点，然后呢做一件事情叫干嘛，叫做约束到钢体，点击附加钢体这个选项，大家一定要注意点击附加钢体这个选项，上面会有一个附加钢体一个对话框，我们点击那然后失去这个钢体。这时候呢我们再来模拟一下，看一下这效果，注意这个对象必须把钢体给加进去，注意点击它，它是钢体，加进去，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由某一个对象来带动球体运动这么一效果。但是大家会发现这个盒子并不会产生运动，这个呢我们之前在案例当中也曾经跟大家说过，想让它的关键帧动画被继承到动力学当中，必须要勾选这里面有一个选项叫不能弯曲。那这样的话再看一眼，这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得到效果是一个这样的效果。再来看一遍，看见 P 键，这样我们可以带动柔体来产生运动，就是钢体带动柔体某一部分点来产生运动。当然呢除了这三种操作方式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我们的
附加到变形网格。其实这个附加到变形网格来说呢，其实就是为它加入一个变形对象。所以变形对象呢，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旗杆，然后带动旗帜，但是旗杆产生了弯曲，我们的旗帜要产生这种变化。或者说呢，我们将我们的某一柔体然后附加给一个变形对象，这个对象的顶点呢是要产生变形变化的，比如像蒙皮啊这种变形变化。那这时候在用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使用到叫做附加到变形网格，这里我们点击它把它也删除啊。这里面呢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造型，我做一个简单的棍子，简单棍子。这时候呢大家注意到我不为我的形体发生变化，注意就是说它的 XYZ 的这种位移发生变化，而我为它呢做一个分段数调高一点，我为它做一个什么，我为它做一个弯曲，在下面找，这里面有一个选项叫做弯曲，然后呢零到比如说60帧，我们做一个弯曲效果。好，大家看到了，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弯曲做成一个动画，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球体呢会保持不变，然后呢现在这个柱子产生一个弯曲。那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我们的这个球体当中的一部分点跟随这种弯曲的对象一道产生变化。所以呢在用的时候呢，大家注意到这么一个细节，我们可以把这个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圆柱这个柱子选中，然后呢我们希望它约束进来，我们必须在这地方追加一个很特殊的选项，叫做创建变形网格集合这么一个选项，就是一个图标像一小人这样的图标。如果你不做这步操作而直接选择附加到网格，然后选择这个网格，你会发现这个选项是不可用的，看到是不可用的。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一定要先点一下这个图标啊，叫做创建变形网格这个集合，它就被加进来了。加进来之后再选择它之后再选择这个网格，我们再拾取它，这样对象就认了。认完之后呢，注意我们把这钢体删除掉，我们来看一眼得到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OK， 效果是这样的，我们再看一眼，大家可以看到得到效果是一个这样的效果，就是说它的弯曲的这种属性会被带进来，带到什么呢，带到我们的动力学当中直接进行运算。 OK， 当然我们还可以改变，比如说换一些点，点击删除，然后把这个也删除，把这个也删除，然后呢我选择顶点，我们再选择其他一些点，然后呢添加到变形网格，选择这个变形网格，把这个选中，然后呢再选择我们的变形网格对象是它，点它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来模拟一下啊，到底是一样啊。 OK， 那得到的效果是一个这样的效果，并且呢它还会和我们的钢体来产生碰撞。 OK， 那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一个柔体的使用方法，以及包括柔体的四种约束方式的使用。其实呢布料和我们柔体在这一点上是很相近的，到底是完全相同的。好， OK， 那这个视频呢我们就录制到这里。